单元我们来看什么是结构的振动模态啊，振动模态就是 vibration mode。 那我们讲结构的振动模态就是 structure vibration mode。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体啊，它有是在振动的状态，那我们会观察它为什么会动呢？那当然这个结构系统啊，一定有受到输入的激振力来源而造成结构的响应。那这个结构系统呢，我们通常都要知道结构的几何特征，材料是怎么做成的，那它的边界状态以及两两接触的界面关系是什么。那当然有了施力，那这结构就会产生变形啊，那结构有变形，那就会有结构的应力。好，那要探讨这些输出的响应，我们必须要认知一件事情，就是任何一个结构都有结构的振动模态。那什么是结构的振动模态呢？振动模态包含三个重要的模态参数，我们叫 model parameter 啊，包括自然频率 natural frequency 来发行，模态阵型 mode shape 以及模态阻尼比 model bending ratio。啊，那模态参数呢，它是成对出现的。比如说我们讲结构有第一个振动模态，那其实指的是第一个自然频率啊，比如我们标示 F1 啊，第一个模态阵型啊发一，第一个模态阻尼比啊 C1。 那这三个模态参数呢，它是成对出现的。好，那因为以一般的结构来讲，它的振动模态是有无穷多个，所以我们在标示结构的振动模态呢，是以频自然频率的大小，由小排到大，好，所以就会标示 F1 F2 F3。 好，那每一个自然频率都有对应的模态阵型跟模态阻尼比，所以我们会说如果是 DR 的振动模态，那它就有包含三个模态参数，包括 DR 的自然频率 FR、 DR 的模态阵型 FR 以及 DR 的模态阻尼比 XR。 那 R 当然理论上是有无穷多个。那实物上呢，会影响结构的振动的特征，通常都是来自比较低频率的振动模态啊，所以我们通常会比较关心低频率的振动模态。好，这个单元我们在谈结构的振动模态，包含了这三个重要的模态参数。那至于怎么得到这个模态参数呢？我们可以透过分析，也可以透过实验好来得到。那这我们另辟单元在讨论。那在这单元我们重要要谈的是调节结构的振动模态，是有三个重要的模态参数，包括自然频率、模态阵型、模态阻尼。好，我们这单元就谈到这里。